亚东恋分手近一个月，萧亚轩 Elva 日前被爆出身边已出现新欢，此人是吴建豪老婆身家百亿元的石善真大弟，因陪他聊情商而来电。而台湾媒体报道 Elva 与 Elro 从上海同机抵达松山机场，满面春风的 Elva 先出关， Elro 为躲镜头刻意晚他近一小时出关，搭车后发现甩不开跟拍，只好在萧亚轩住处附近的下车后脱身。双 A 被问及是否交往时未否认，仅说谢谢关心。据悉30岁的 Elro 家族在新加坡经营棕旅游事业，去年在富比士排行榜的新加坡全50大富豪排行第43名，资产约人民币 5.6 亿。182公分的 Elro 是浓眉大眼型男，虽是百亿小开，但认真开创自己事业，目前在杭州从事城市开发，个性阳光活泼。 Elro 来台下榻的饭店也刚好在 Elva 住家隔壁。优酷全娱乐田笑护航台北报道。